我需要个好手，最好是女的。您不是有位身手不凡的女儿吗？你是要请我爸去当保镖，还是我？你呀？这就对了，你应该跟我谈，不是我爸。 他从模特出身转战戏剧圈，帅气的模样，还有暖男形象，成为新一代天王。干杯！你是不是他的迷妹，为了他才进来的？怎么可能？安琪喜欢你，很喜欢很喜欢的那种。哎，你会不会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逼婚而逃家的黑道前景？ 孩子，回来吧，爸爸在家等着你。